Everything you've said we already knew, more or less. Well, here's something that you didn't know. Two of those special atomic bombs haven't gone off. Hello， 大家 ，Welcome to another vlog。今天有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就是我今天还没有回马来西亚，还没有回台北。原因就是因为我不太想回，可是我还可以再留多几天。好啦，现在就出船了。然后刚才我不小心弄坏我的麦克风。你看这里，它原本是在上面这边的，然后它断掉了，它的脚断掉了，所以我今天应该会很难 vlog， 因为它不能够粘在上面这一边。妈的 ！OK， 我来说明一下今天为什么我不回台北，因为我还是觉得能待多几天就待多几天，因为我原本想说今天回台北，昨天是我的最后一天，想一下啊，还是待多几天比较好。虽然台北事情那边有事做，会有点赶，但是那东西比较好啦，不然错过就没有了。OK 啊，好走。好，现在在海上面，然后听到的声音应该是不好听，因为我麦克风坏掉了。然后从这边跳下去，然后这是雪林哥，他帮我抓相机。所以我这样跳，你要跟着下去，你要跟着下去。好，我跟着一起跳下去。别呵，用力操，呵呵。哈哈，哇，好恐怖啊，那个瞬间。再一次吗？这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你会觉得很怕，可是你过了第一次过后就不怕。呵，接住哦，接住。哈哈，不要。今天还是很 smooth。最后一趟船之后就很难体验到这种生活了，这是我的 last， 过就没有了。哇，现在很多船呢，后面这边、这边、这一边，对啊，先完了。啊，最后一趟啊，我会 miss 这一边的，我也很想念这一边。虽然现在很热，可是要晒就现在快点晒，过后就没有了晒哦。哎。一个餐厅很有 style， 它楼上也很美啊，这边很美，这边很美，很外国 style， 很巴黎 style。Life's too short, fucking up is necessary. Cause one day all these bad women will be married. Smoke clouds in the champagne rain, rain, rain. Smoke clouds in the champagne rain, rain, rain. Smoke clouds in the champagne rain. Stick your tongue out, cause it might get.鸡翅破例哦，给相机先吃先，感觉很好吃嘞，好吃吧？可以好吃吧？好，我吃饭。OK， 刚才就去吃完那一个棒的 restaurant， 很棒的餐厅，吃一个猪排，然后吃一个鸡，然后一个披萨，很好吃，可是有一点点、一点点的贵，然后那边的 environment 也不错。很有，也是很有巴黎 style， 巴黎 style。I am a lost boy from Neverland, usually hanging out with Peter Pan, and when we're bored, we play. 现在我就很突然的来到全联，全联就是台马来西亚的 Tesco 的意思，大概了，大概。今天晚上就自己煮菜。番茄蛋你敢吃吗？敢。番茄蛋为什么不敢吃啊？就有人不敢吃。真的假的？然后我们就来买菜，这边的光很漂亮呢，很好，拜拜了。然后这也是我们的船长下厨，我们来选菜，吃什么呢？这些全部都是我们的船长煮的，船长，他煮的，看到吗？很像，很好吃，很像，很好吃，其实真的很好吃。家常菜，哦哟，蓝席，胡椒粉，salmon fish。烤三文鱼，烤鲑鱼，鸡蛋豆腐，番茄炒蛋，硬菜，虾酱空心菜，虾酱空心菜，还有这个汤嘞，四菜一汤，香菇鸡汤，哦，香菇鸡汤，哎，好喝，我喝过，好喝。
OK 啦，我们只是吃饱没事做，吃饱消化一下，走路一下，我们就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关山，然后看夜景也是一样，这一个相机 video mood 不能拍夜景， but 我可以放照片然后给你们看，然后后面是这样子，这边是这样子。我讲话这个声音是有点不好听，因为我没有放麦克风，我麦克风坏掉了。今天月亮很圆在这里，然后这时候拍照好啦，然后我们就看完这一个这个月亮跟星星过后，现在大概是12点，快12点了，所以我们要回家了。所以今天大概就到这里，然后thanks for watching， 然后拜拜。这一个光会不会好像很怪啊？谢谢收看今天这一节 vlog， 这一节 vlog 我就把它拍到比较特别一点，就是有一个部分我就把它拍到像电影化一点，想要给一个比较 special 的一个 feeling， 就是 vlog 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呈现，不一定是要像我 normal 这样，然后想要 try 一个新的 pattern 的我啊，就是我希望之后可以把每一个 vlog 可以拍到很 cinematic， 然后我再 try 着。然后 by the way， 我今天是用一个比较新的灯，然后现在看起来是这样子，靠在 lens 上面。然后觉得然后觉得这个光好像有一点 awkward， 会吗？应该有一点 awkward。 OK， last 就是因为你喜欢我的 vlog， 还有是我其他的 video 的话，你要在第一时间知道我的这些 video 的话，可以按下那个下面那个红色的那个 subscribe button， 那个订阅也可以帮助到我很多啊，那个东西是 free 的，你就给它按下去就好。OK， 然后我们这个 video 见。